你的三百亿哪里去了？张大权立委，你的三百亿哪里去了？张大权立委，你的三百亿哪里去了？蔡英文总统，苏大立委，我在这里向你们澄清，假消息、假布条掉的云里满街都是，民进党，民进党云林县党部不承认说这个布条是他掉的，这种抹黑的行为，这种抹黑的布条，请问是蔡总统所授意的吗？用抹黑的手段选举，请问是蔡总统所守护的民主价值吗？蔡总统，我在这里向你澄清，我在这里向你澄清。你敢一直爱将咱台湾地方怎么解干完？你这样爱的感情，你吵不到媒体满意，来这边一直吵。你这虎皮吵给好友，当真正好。当你在中国喊出中国梦三个字的时候，你真的对起台湾的年轻人吗？你真的对起台湾的下一代吗？为什么我们会加入你们中国并吞？